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您播报8月20号、21号、22号，也就是周末以及礼拜一的个性运势。首先要恭喜双鱼座的朋友，在这个周末呢是属于参加婚礼，好运上门，沾沾喜气，对你精神会非常好。再来恭喜巨蟹座的朋友，是属于接近自然，无病无忧，而且呢心情会非常的一个愉快。再来恭喜双子座的朋友，在这个周末呢适合跟你的朋友一起约会，喝下午茶，谈天说地，心情舒压。有两个星座在这个周末要特别提醒你，一个是处女座的朋友是烂桃花多，感情容易被骗。再来呢是射手座的朋友，在夏天的时候呢要小心被晒伤，因为你身体呢在这一段时间比较容易敏感。再为你公布各星座在这个周末所使用的幸运数字以及幸运颜色。火象星座请你用金色幸运数字2，土象星座请你用红色幸运数字8，风象星座请你用黄色幸运数字1，水象星座请你用紫色幸运数字4。